用中文和大家打招呼。日本热血动画配乐大师高梨康志，还有《火影忍者》配乐原班人马，28号将登台演出。除了让动漫迷们感受 LIFE 版的热血感动，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也邀请了曾经为《光之美少女》《佐贺偶像是传奇》配音的人气声优田野麻美亲自到现场和粉丝相见欢。大家好，田野麻美，加納麻美です。两位动漫大师都是首度登台演出，阵容强大。台中市府表示，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年迈入了第8届，为了加强台日动漫交流，除了邀请日本动漫大师，展览现场也会推广台湾原创漫画，展出获得金漫奖的作品。要跟大师呢，两位一起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创作的秘辛。除了9月有这样的盛事，10月还有动画影展10周年。新闻局补充，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活动全部免费，活动期间只要在现场拍下照片或者是影片，上传到个人社群网站，并 tag 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，就可以索取一张摸彩券，有机会抽到高梨康志或田野麻美的亲笔签名。TV 中黄国军罗欣台中报道。源自台中的想象力，将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